2013年9月30日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1974年9月30日，香港影星吴彦祖在美国旧金山出生，后因出众的外貌，使得他在旅行途中偶得机会，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。凭借多年的努力，他也从一名偶像转身成为新晋导演、电影公司老板。39年后的今天，已为人夫、为人父的他，依然是很多女观众心中的男神。同样，在我们 iPanda 熊猫频道也有这样一位帅到没朋友的神级帅哥，他便是五一。初涉电影圈的他，并不留恋浮华的演艺界，在一号别墅过着深入简出的生活，偶有亮相，总能惊艳四方。希望五一也能尽快像吴彦祖一样成家立业，还妻抱子啊！敬请期待今天的精彩内容，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